我是阿西，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嘉宾，特别嘉宾出现吧！我们今天要玩这个，这些果子的祭典啦、啊，准备材料有胶带，还有水，一杯可以喝的水，剪刀，开始吧，打开来。把它剪好，掉，我剪都在哪里？剪掉，我刚剪这边，我来等，剪掉，把一二三，哎，加完剪，拉好。袋子等一下可以放做好的东西。你先介绍什么东西，我继续讲。这里面有一二三，里面有九个东西，加牙签。牙医说有什么啊？有粉粉，这玉米的，这个是。做棒棒糖的，那不是，那是糖，撒在上面的粒巧克力，那是，这不巧克力什么？这个是什么？那个是巧克力酱，巧克力酱的粉，薯条，这个是，这个是香蕉粉。那个是做那个玉米的，做玉米的东西。然后那另外一个是擦香蕉的，和苹果。汤匙，小汤匙。擦香蕉和擦苹果。牙签。这里有做东西的盒子。好了，我剪好了。这个也要剪下来。这里有一个小瓢子。第一个要做的是苹果糖。苹果糖。苹果糖，破掉了。没有破掉了，老板就这样，剪不断。哦哦，哎，剪断，好神奇哦！嘿，剪断了。嘿，来，第一个要做的是苹果糖，在哪里？苹果糖那一包，红色的这一包，红色的，那给大家看一下，红色的。然后先在这个里面做，先在我星星的这里面做。来，你倒粉，我加水。剪刀嘞，剪掉一次。倒在哪里？倒在这里面。哇，好漂亮，好香，有草莓的味道。再来，加苹果。拿汤匙。搅拌。搅。剪往旁边。等一下倒在这里面，好香，就很香，好香，有苹果的味道，露出来啦，我先吃，平均分配，擦掉。多一点没关系，好吃。好了，下一个是要做的是香蕉吗？薯条，
擦一擦，这样点干净。卫生纸拿来好了，我只要倒在这里面。这条是绿色的，然后要加一匙水。快点，你要想动的比我慢。再来哪一个？这个，我到哪里你就擦到哪，弄哪里啊？变绿色了。哪里变绿色？那边又黄色。香蕉冰淇淋的味道，怎么变得像寿司的那种饭团？哪种饭团啊？是水不够吗？你可以加一点点，一点点就好，不能加太多。可以加一点点，一半。你好像好像狗。那不用，要不要？但一半还是太多，如果你加一半的话，好了，你要把它铺平，用手铺平，来，交给你了。压，压，压。下次要做的是雨。铺平后变酱，黄黄的，一根一根的。你没有铺平啊？酸。好酸哦，有柠檬味。等一下，那就不酸了。那接下来把它，把它倒出来，用菜板切，切切切切切切，让它切吗？呀呀呀！对啊，你有别的东西可以切吗？没有。还是用牙签，牙签刀刀刀，好起来了，怎么变这样？没有，你把它切成这样。切，切，切切切切切，一根薯条完成了，两根薯条，三根，薯条，你切，我来用薯条袋子。我动手把它带着你切，不好切。戳，戳，戳戳戳戳戳，可以走的。戳。笨点，好呀。它这个怎么说要揉成这样一根一根的？没有，那个是另外一包的。然后你在吃什么？偷吃，掉出来了。我现在要做薯条，把它包起来。薯条好酸哦。好了，它露出来，然后把它卷起来。胶带，这里先走，你吃一段，先走，然后它有线线的地方就折。胶带好了，我把它拧起来，拧起来，一刀子。没关系，好了，把薯条放进来吧。放薯条咯，一根一根放，慢慢的放。好了，啊，掉出来了，薯条做完了，软掉的薯条放在薯条位置。嘟嘟嘟，咕嘟咕溜，溜咕溜的。呜，放在薯条位置，可怕。然后接下来要做的是玉米。玉米，这个、玉米，好吃的玉米。你先把它捏成什么？捏成长条状，这么长。
你很赞。那，我先看下一个。豆豆。有啊有。哪个是豆豆？搓饭团。要到豆豆。毛毛虫，嘿嘿，好玩。豆豆，嗯，有。结果我要看有没有啊，太长了，多了一段，这一半，戳，这样才刚好，但是这样变得好丑。还是太长啊，太长可以吃掉了，我不想再搓。那你来吧。那你来搓。不要再倒。不要倒太多。可以用手铺吗？可以。好了，那把它吃一半。好了，给我。很舒服啊，想偷吃一颗，结块，好，就这样，玉米应该会被像玉米会像被啃过的玉米。甜甜的味道。过去，滚，好甜呢、哦。玉米好热。被啃过的玉米。被啃过的玉米。慢着，再下一根，换你，你慢慢弄。我来做那个。哎，这里有一个玉米球掉在里面，没关系。要做香蕉，香蕉团，香蕉两匙。你刚才也害我把这个撒到香蕉上。摇啊摇，它上面有豆豆，要把颗粒摇到每一个豆豆上面。两匙。接下来是小猫用不好。你不要一次倒太多，然后剪开香蕉的。好了，我要做这根，我吃这根，滚吧，七彩霓虹灯。小爸，哎，好香啊，你闻闻看，那香蕉味道。变成这样了，坏掉的玉米长痘痘了，香蕉长痘痘了，变成这样。你弄好，你再弄好一点的。把你还有很多时间。用，用不好了。那剩下我可以吃掉吗？你等一下再吃嘛。等要吃的时候再一起吃。玉米豆豆的味道，咬破会很甜，不咬破要很久。加一点点水，因为刚不够。来，从哪接？要揉一揉，这样子接。你把它揉起来，揉起来变成球吗？对，捏，哎，汤匙的形状耶。好了，开始揉吧。揉汤圆，揉汤圆。我去洗这个汤圆，黄色的汤圆。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十次，然后铺在香蕉上面，你可以先把它分成三个。我会分，八分。你可以把它弄平。去洗手。三份。欢迎，快点，来捏在上面。你还铺第三根，用长一点。香蕉，我来啦！这是脚吗？不是啊，这是香蕉啊。好吃。香蕉就香蕉味，没区别。好，香蕉做好之后来做香蕉的巧克力酱。那我刚不是香蕉的巧克力酱吧？是刚刚做的玉米酱吧？是巧克力的啦。哦。你把牙签插在香蕉上面，香蕉上面，它脚上面，它脚，香蕉脚，洞洞在哪里？把它倒进去。为什么它要给五根啊？不是只有三根？因为另外两根是插苹果糖的。对哈，出不来的。好，出来吧。牙签，召唤宝贝，三根，其他的你再再用，怎么办？加一匙的，怎么办啊？加一匙的水，来拿出来擦吗？对啊。它断掉了，香蕉断掉了，那就把它合起，合起。就回去，插进香蕉屁股里，然后变成像香肠，变成香肠了。然后你来勾巧克力酱，给你，好难用。勾勾勾巧克力酱，然后接下来就是来做苹果糖。你这个都还没插完，你现在就要做苹果糖。不是那口啦，你把香蕉放进去，来，你汤匙，汤匙拿出来，勾勾，怎么办？你再放哪里？等一下，等一下，先不要弄，动，好香哦，那小熊饼干那个味道，还要放哪里呢？先来敲在这里，你位置放，有点苦苦的，拿吃玉米球解苦。啊！因为玉米球插在外面了，没关系，让人爱听。有只，第三只了。你再拿两根插，那剩下两根插签，拿签拿出来。两根。好，三只做完了。然后我们好像把那个三只香蕉放到那个苹果糖区域了。我们把香蕉放在苹果糖的位置了啦。香蕉放在苹果糖的位置。为什么啊？所以以后去苹果摊买的话，就会买到香蕉。Go！ 我觉得香蕉那一颗一颗的，应该会在那个买到。那不是香蕉的，那是玉米的，一颗一颗。没关系，玉米跟香蕉是差不多的，是没有区别的。现在这个世界上，男女不分区别，因为都是人。所以，啊算了，我还是不要讲好了。好了，做完了。做完了，还有这个，这要撒在这个上面。还有这个，剪刀嘞。剪刀呢？我也不知道。
在上面。你要撒吗？先要撒。好了，完成了。完成了。对了，我刚刚忘记跟你们介绍她是谁了，她是我的姐姐，她叫圆圆。好了，完成了。完成了。要来吃了。好吃的东西。嗯。请弟弟吃。你要吃什么？粘条，不要吃什么？给你。给他们。给你一根，你等一下要说什么味道？坑坑的味道。那有什么像什么水果的味道吗？哼，就甜甜的，就甜甜的。没有水果那么甜。那姐姐你吃你行了，那不会行了。脆脆的，牙膏。看我吃，我要吃这个，拿不起来了，开动了。甜吗？什么味道？香蕉巧克力加脆脆的糖果味。苹果糖。想要吃苹果糖？哇！退学。人家是老虎，老虎，老虎，回来。好。还想把桶塞哦。等一下。好酸。好酸哦。那还有其他形容词吗？有苹果味。好吃。拿得来，一人一根薯条。这跟安排没差，跟苹果没差，就只是一个比较软，更酸，好酸哦。好酸，一点都不酸呐、啊。你不要再甜死了。那你再吃一个。把薯条吃完，我们就来结束。一定要吃完吗？这个还没吃啊。吃啊，吃啊，吃啊！不要想偷吃，好了，那今天影片先到这里，大家拜拜，拜拜。